伤心演老公求婚大灾难，场面尴尬到爆炸。他很紧张，所以他就喝酒要壮胆，他就喝一个太挂，人家都是单膝下跪这样子嘛。你知道我老公怎样吗？怎么了？我老公就双脚膜拜，他很开心嘛，要把我抱，要把我抱起来之后，他已经喝太醉了，所以他就往后倒，倒在那个歌手那边，超尴尬的。今晚八点，东森综合32频道，今晚开战吧。